我们在成都待了一天，今天回资中。四娘姑爷过年回的攀枝花，半年没有回资中家里了，满屋都是灰尘，于是我们一起动手打扫卫生。看看燕子打扫卫生还是很仔细的。四娘姑爷全员出动。看看这是谁？好玩儿哦你！成果展示。四娘家里面积比较大，我们四个人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斗，房子焕然一新。四娘为了犒劳我们，请我们吃正宗资中菜。哇塞，还行还行，一蛋一蛋，这资中的特色，特色，好吃吧？慢慢才来的，慢慢吃的，慢慢上，慢慢吃啊。多少回程啊？外地回程一般坐他来吃啊，我这里回程是生的，真棒，真棒，真棒回程。嗯，不卤一下嘞那种。卤了，你吃你上干嘛？好，羊肉。麻婆早就吃了，去打麻将。喜欢吃这个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慢慢吃哈，那个菜好吃，山雀一直在等我，我要跑快点。